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伯利恒巴哈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。他名为奇妙、测试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天地稳固，从今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他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。那知他为我们犯罪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行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耀照他们。圣经新约路加福音记载基督降生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师都有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民领主叙利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有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人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的时候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就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告诉你们大的喜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看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阿门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喜乐。今天是你的日子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知道你的语言的真理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像迷羊一样左顾右看四处乱走。求主坚固我们的心态，每天都离你更近一些，也求主给我们大智慧，真正的智慧，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让你喜悦的人。今天是你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基督徒甚至全世界人所有人的日子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要赞美你。
就像今天你是第一天，我们也是新的第一天。然后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今天，带给我们的明天，还有以后我们会见到你的那一天。好，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。Amen. Amen.